今天行程就是跳岛，有天是马大金，啥子听吧听吧，还有啥子邦邦岛，都去耍一遍。脚蹼也带起来，到时候看能不能够潜下去。有点像那个山东杂粮煎饼，操作简单，它的就这么快得很。好了。到码头了，就从这儿坐船，然后出海。来舟山仙本那耍，你千万不要在镇上耍。镇上耍啥子嘛？樟兰茶，就是我们哎小乡村头，要出海才行。你看这个生意，哦，真的是好的，全是船，全是中国人，就是鸡蛋饼的味道，还没得炸酱煎饼好吃。上船了。过得满当当的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哎呦，开了50分钟左右。传说中的果冻海，看嘛，来仙本那，你不要在镇上耍这些，好不好看嘛？啊，果冻海，来给你们看哈。海水好亮，这是马大金，逛一下，带你们看下美丽风景，这边还不错嘞。果冻海，哦，今天天气不算很好，没得太阳，有太阳照起应该更蓝啊，更漂亮。现在看到还是没得，肉眼看到的话要蓝一些，它是那种天蓝色。我想你们看得到吗？那还有个小岛，这些小黑服务太周到了，你看帮忙拍照，还有教你帮你指导动作，看到没有？一日游100马币左右，人民币的话156吧，一天，还可以噶。天了上来了，这儿也漂亮得很。这今天天气不算好，但还好，没太阳不晒。下面你看果冻海，刚才我们看到好大哟海龟。这又是第二个岛，叫听吧听吧，好像是。我觉得比刚才那个漂亮，对吧？这个岛大得多。啊，而且你看这个海滩，这有礁石。海滩也这么大，你看，整个一个岛很大。这儿100多块钱一天，三个岛跳岛，吃就盒饭，然后有鸡肉，有鱼肉，有点黄瓜，还可以吧。这边有个长尾沙滩，我觉得看这些沙滩，看那个玻璃水，就只有才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还稀奇一点。看几眼看久了就这个样子啊，都是这种白色沙滩，然后前面有个长尾沙滩，就很长一片，这一片的沙滩。喜欢拍照的来这些地方，拍一天都拍不完。它潮起来，这个是活的，看到没有？海瓜子也是活的哈。这是活的，它潮起来以后，然后你看嘛，全是活的，这个还是。这个就是你们喜欢吃生蚝，生蚝。死球了吧，估计。这个叫寄居蟹，你看，没几个壳壳跑了，还是小的。它。妈要救小朋友，买他们两个椰子吃。Hello。然后他们也没得国籍，就是卖些椰子啊，卖些海鲜。哎呀，今天终于潜完了，3天潜了起来，好累哦，手机都耍得没有电了。这儿回到了潜点，然后洗了个澡，舒舒服服，准备出去干饭。这儿今天临时换个口味，
吃一个本地的种餐厅啊，尝下味道。This one。然后这个 this one。然后我再要一个这个椰子水，你要不要？我还是椰子水，我还是要椰子水。two。two， 哎。两个。对。刚点菜，这个问我们选啥口味，根本听不懂，只有随便选了个，一个是什么 chicken， 和另外一个什么名字，然后他拼的单词也查不出来，就随便搞了一个味道。给你又给我上了一个椰子，我靠，这个是啥东西？我这个菜叫东岩椰子，东岩椰子味道。然后又问我们里面是加牛肉还是加鸡肉？应该是。是牛肉，是牛肉啊。是牛肉。牛肉有点咬不动，但这个菜味道还吃得来。本地人的菜你们可以尝试一下，但有很有可能吃不来，这味道都有点各种酸味啊，一些其他味道，酸臭味有点那种，吃得动。我不觉得这个有点那种东东汤味道。哎，对，有点像东东汤的。我觉得汤还可以。用的是蟹，里面用的是蟹吧，虾肉还是蟹肉？有点像烂虾那种味道。不会是虾酱之类的吧？臭的那种虾酱。像我们两个哪个一样他就怕了，接近。哦，偶遇这儿正在作业。这些蔬菜价格，我靠！这辣椒起司，我的天嘞！花椰菜一点不管钱的，好多十。太贵了。这儿晚上9点钟左右，地方这个街上都没得人嘛。这边这些街上好多小朋友，这跑起的，他就伸手来跟你要钱，要么就要拿你东西吃，直接伸手来拿。你看嘛，露露露露露，这小朋友好多没人管。不要给他们养成坏习惯了。